先把那个三封里面的飞机都拆出来。第二步，三封装上去。用固定螺丝把它锁紧死。三角龙，四步刀片，刀口朝外，铜板，铜板卡进去以后，稍微突出上方一点点，再旋手轮，手轮旋到干干净就可以了，再把机器空转开一下。再稍微带紧一点点，最后